现在让我们邀请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市政府副副局长为我们致辞。欢迎来自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福隆敦文化中心参加今天的全国儿童理想化创作比赛。那今年呢已经是第31年了，那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参加。那今年呢，首先要恭喜大家，今年参加有11万人参加哦。那今天呢，选出420位来自全国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些小小画家来参加比赛。那今天各位的画作初赛和入选的画作呢，都在我们这边有展出。那我们这边户外呢也有很多表演活动，那我们主任也很贴心哈，准备了一些这个饮料哦，还有爆米花跟大家来分享。3、2、1我想我们特别用这个陆玛丽的画作，它结合过去30年好，那用联想工厂创意制作，那也就是鼓励小朋友发挥更多的创意，儿童艺术教育的推广能够持续办下去。那欢迎全国的小朋友每一年都记得来参加。儿童联想创作画啊，这个比赛会激发小朋友应用他的一个想象力，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同的刺激哈，在他们面对人生啊各方面的一个专业都可以做有一些帮助。基金会呢，40几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以儿童幼儿教育为我们的核心服务。那我们的主张最重要的是，孩子要从探索发现中学习。那联想创意绘画比赛，它的精神基本上是跟我们的服务宗旨、跟我们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很高兴说，比赛可以坚持30年，真的很了不起。从来没有中断。那当然，我们也刚好陪了21年，那我们也很荣幸能够继续下去。那当然就期许台湾的艺术教育跟美育发展能够有更大的突破，那也从这里开始能够做更多的发展跟联想。这次的作品真的让人家非常惊艳，尤其是高年级太厉害了，到了6年级的作品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分出胜负来，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画到那么完整的作品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其实中低年级也是一样，尤其是很低年级的小朋友，我觉得到了现场他要克服那个紧张的程度，然后还要想出跟我们联想画那个图形有关的有故事性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图案也好，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得奖，得奖当然是很棒，其实还有很多遗珠啦，我觉得很可惜哦，所以我们应该跟主办方建议一下，奖项以后要多一点，佳作要多一点，因为有很多画得也很好的小朋友就会遗漏在那个很多的件数里面。这次的一个
图形其实我觉得虽然是比较是接近几何，但是孩子会把这种几何比较理性的比较柔软的用比较感性的思维去做构图。那低年级我们着重比较是创意，那创意的话我会觉得是来自于生活就是说可能是父母给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那到中高年级以后就比较着重在一个思考，那思考之外到高年级我就来到比较一个技巧的成熟，或者是说他额外的在有一些技法的学习。我觉得到五六年级高年级来讲真的是非常棒。棒的话应该是说他们的一个思考逻辑，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个作品已经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水平之上了。大家对于那种主题的表现都越来越多元，那也创意十足，那竭尽所能呢都去表现自己跟生活经验的结合，利用那个主题的图形充分的表达在画面上，常常会在各个年级看得到很多惊艳的作品。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这么多的作品，希望多多的给小朋友很多的奖励，这是我们当一个评审委员最大的一个希望。那鼓励更多的小朋友呢发挥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他的兴趣持续的去发展。水彩去画，还有白色水彩去画和紫色水彩去画，因为呢这个就是蛋糕的样子，所以呢我会知道要画蛋糕。因为我发现它的形状，台北101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有一些层楼的形状，烟火和月亮，好啊，很刺激。我这里画黄色是墙壁，还画橘色是地板，因为我觉得地板有点单调，所以就画格子，然后上面再画一点图案。因为它是用瓷器，然后在上面画画，我觉得很漂亮。发挥自己的创意，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我画的是一个机场。因为我喜欢飞机，我觉得它很像城门、空城计，然后那个司马懿就来打开心，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一开始看到它这个形状的时候，觉得它就是很像一个建筑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是改造成像这种有太阳能板的设施，然后就是住家，然后他们就是住在那个森林里面。当时我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东西，所以它这里有飞行器，然后所有一切都是靠这个充电，然后房子也是，然后还有它这边这个，还有就是森林，是因为我希望人类可以和那个大自然共处，所以我就是画它是被森林围绕的一个这个城镇。觉得说今年刚好很幸运可以入选，所以也有让他就是赶快再利用这段时间再去外面可能就是上美术课，然后再多加强这个部分这样子。那他对于这个就是画画的部分其实很有兴趣，那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一次就是让他自己的自信心能够再更加提升这样子。小朋友现在绘画都很强，那在发想这一块呢就会也有一点局限，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然后就觉得大家可以来发想看看，然后让他来发那个，让他的发想的成果可以在一张纸上。
全国儿童理想创作画比赛。好，我想这个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好，